慈济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是代表学校、代表慈济，他们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教育精神，就是感恩、尊重、爱。高龄照护安养这个旗舰型计划呢，我们简称福慧学堂计划。好，那最主要的目的是慈济大学希望呢，对于长照机构栖据点的长者，以及照顾这些长者的志工们，还有我们的宗教处的同仁们，还有我们社区的资深菩萨们，做预防性的卫教。那我们希望从这个卫教的过程当中，能够了解长照的问题有哪一些是可以用科技来解决的，并且知道长照的这些接受者呢，好，还有需求面，我们在学术上可以怎么进行研究。那在社区面，我们希望呢能够呈现慈济的长照成效。我们每一位所说的从教义啊，这个教义呢总是一次感觉是那样的善好，这是爱啦，这就是平常在人文听到是融美融美，这种融合的善汇合起来那样的美，是真善美，把它融汇起来实在是精髓，所以呢叫做融美，所以感觉很有希望。只要我们大家把这样的希望啊力行起来，没有身体力行，那就无力，提不起来提不起。佛法叫做转法轮。法轮这个链呐呢，哎，折要平起，这一部车啦，就如火车，它不知道多少轮子，它载的人多，而且呢安全快速，这就是呢轮。我们现在啦，慈济这四大事业已经呢这五十多年了，一直从慈善开始，医疗呢我也是感觉我也真感恩有这几个医院的院长，大家都是真合作，每一位呢都是同样的志业心愿，就是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，很感恩。当然啦，第一个开始是从花莲开始，那花莲开始呢就是典范。最近一次呢，在记忆中的影像一直一直浮起来，杨思彪、陈文斌、杜思勉，还有几位总是这都是我们医疗开始这样的支持，一种用生命来扶持慈济进行修，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医师们或者是呢我们的教义，那当中的李明亮他这样对美国回来要来承担教义，他也是下很大的决心，很感动都很支持慈济的教义啦，真的很感恩啦。咱的教育，真正大家人好心。
对健康啦、医疗健康啦、福建啦，尤其是过老人啦，的确，这都是现在的问题，很大的问题，也是我真烦恼的代志啦。会当听到讲咱的医者、医疗啦、教育啦，拢有伫咧关心，而且呢，用心，搁是出力。我们要如何来推？所以我们感觉真安心，也真感恩啦。只要大家人合心，啊，和和啦，迄、那个气氛啦，在彼此之间心平气和啦，那活动经济，这要做什么代志？总是呢，可以把握时间呢、啊，快速进行。所以吼、哦，这种合心啦、啊，大家人和和气气啦，彼此之间鼓励呢，爱是真诚的爱。就如我们的教育，爱遐个囡仔，爱个亲像吼，家己个囝同款，那种师徒情啦、啊。这呢，师生情呐，真正是很密切。亲像刘老师跟耿老师这一对夫妻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带学生哈、哦，真正是真贴心，因为安怎个教。在慈济服务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的地方，其实就是以人为本，那带着学生利他造福为使命。部落把它当成野菜的，将它改变，找到亮点，拉大它的差异化，导入学术的这些研究，还有设备的量能，让这些偏乡部落有机会靠自己的力量，能够自力更生。很多东西都是跟当地居民讨论过后，从他们的饮食去做延伸。我多一个不一样的经验，不一样的视野，学到如何去辅助这些偏乡的部落。有心都爱有力的。那有人嘛，都系有力啦，心力、人力啦，那发挥啦，咱的智慧啊，智慧力吼，汇合起来。所以知识，知识就是看一项，捌一项，这叫做知识啦。那世间听到什么，该融合起来，这知识、智慧都无同啊。智慧呢？是包括天地宇宙啦，还有宗教啦等等吼，迄内底很深、很深、很密的那一种的宗教精神。所以啊，宗呢就是宗旨，这当中呢，这个宗旨啦，当然说来话长啦，所以它有分开分开来，起码变成了讲吼。宗教跟宗教好像呢有一点，迄个啊，其实咱组织吼很融合，不管什么款的宗教都很融合，所以讲吼还是世间呐，拢是伫心，人心呐呐合起来，所以叫做合心，咱慈济的系统合心，大家人。和和和气气，迄、那个气氛很和气。那还要互相互爱，那总是呢，合心和气互爱，甲我来加起来，那就是协力啦。所以讲吼，合心和气互爱协力，大家人甲我来。推动呢，四大事业哈，然后无分宗教一线，这种融媒啦，汇合起来，那那一旦安尼啦，一旦真正的方向正确哈，那起步快速啦，对人间呢，都一旦紧紧推动受用，而且呢，那是一推总是呢全球。我们都可以推了，
瓷器的教育理念是这样，我们的形象是这样，这里融合起来，它就是瓷器，真的是哦，这美的真善嘛吼，咱要安怎去改展开吼？这我想，只要咱大家人有心，唔是做不到，绝对是做得到。人生的价值啊，最近我拢爱谈生命的价值观，安尼。人生啦，茫茫的如大海的人生，要找一个方向吼，迄个指南方向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现在呢，应该找到了一个方向，所以吼，大家人拿那个汇合起来了，这应该是真简单吼。